大家好啊，我又出現了。今天出現的原因呢，主要是呢大家都很有興趣看我講這部 Protop Plasma X 的超級等離子機。這部機呢其實呢得來不易的，為什麼呢？很多人呢都勸退我呢，就說我太多機了，就不如不要買了。為什麼我要戴著眼鏡？不好意思，給你們看到那個圈圈呢反光呢，就是因為呢其實呢我是做足功課地呢有看到，即是看回，因為今天呢是會將這個 Plasma X 啦，還有我之前買了很久的這部Plabio 來做個對比的，所以我要戴眼鏡就讀稿這樣啦。那呢是首先要講這件事，就是 Disclaimer，以下純粹個人意見，因為我都是一個人來的，我做過資料搜集，但是有什麼遺漏有什麼錯了呢，請大家就多多指教，就禮貌一點。還有就是呢，每次呢我都知道呢對比親或者講親有什麼是不好用啊，你說好一定沒問題的，說不好用的時候呢就會得罪人的了。就如果得罪過那麼巧是你，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今天這個應該就不會的了，不過是大家玩一下啦，當叫做試一下這樣啦。那我戴個眼鏡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就是呢因為呢我 很認真地，我不想在 screen 看稿，雖然不是很環保，我拿出來啊，很快地就說一次給大家聽這一部呢。個盒好浮誇㗎，這個Protop 的 Plasma X 超級等離子機，它用是電離子加 Plasma X 等離子和陶瓷美白啦。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我試一下不戴眼鏡看不看到，不如我自己都覺得那兩個圈很困擾啊。係啦，咁佢啊睇到少少喎，都緊緻啦、透彈、去皺、眼部疲拉、美白、去暗瘡。嗱，其實咧，我一路咧就之前就算用 Plabio 開始咧，幾年前開始都已經知道咧，Plasma 其實咧就係可以做到個消炎，因為我女嗰陣時係用 Plabio 嗰部咧做到個濕疹咧係好翻。咁啦，咁嗱，詳細嗰啲唔知幾多 percent 咩眼部提升效能啊，活躍生長因子咧，嗰啲就費事讀啦，因為其實大家上網咧都可以揾到好多資料嘅。咁佢就話等離子同埋微電流同埋Siconica 嗰個字咧，意思係RCONIA 複合技術 Siconica， 我都上網 check 咗好多次，咁就係話係一個氧化鉅。鉅就是金字邊一個通鉅的鉅，它是一種晶石來的，也都我上網 check 過，就是說應用在牙科方面，可能補牙的陶瓷粉我不知道類似啦。它的複合技術呢我就找了很久都沒有地方說過是它的複合技術是什麼。喂 Barbara 喂你們好啊，他沒有說什麼複合技術的，他說通電之後在表皮形成溫度達55至58度的熱能，他這個我要說回我昨天試了不覺得他有熱的，可能在皮下熱你不知道的，還有他說有EMS， 但以我的理解 EMS 你掉在臉的時候你是會感覺有電流的震動，他就沒有的，不過可能人人的感受都不同，你們可以試一下你們有沒有感受到電流的震動，就說不會在皮膚造成損傷的，促進新陳代謝啦，等離子已經是 proof 了對人體無害的這樣啊。他也有寫他說雙球陶瓷這兩個陶瓷波波是用於牙科植入物的無害物質，我想這個應該就是剛才說的 Siconica 這樣啦，Made in Korea 的這個，而這一部呢都是的，我們都是很快地講一下這一部啦。這一部其實不是新東西來的啦，但是呢講一下價錢的分別，這一部2200至2300左右大概，而這一部呢 Plabio 呢到現在我昨天上回我官網看 Christine 跟住就上回我官網看呢都仍然是賣緊4800元。咁大家都睇到 Hi World On陶瓷表層，它這個是一條這樣的，而這個呢
就是雙波波的吐槽表情。如果呢你們乖有留意我的話，昨天應該會看到我放了兩條片，就是熄燈的話，他們這個釋放離子的時候，接觸面和皮膚是有紫色 sparkle 在那裡閃燈的。好，那說回這個呢，不說太多了，因為其實都不是什麼新的，我記得我以前都說過，不過因為So happen 又係 plasma 咁啊，攞出嚟對比一下啦。呢、這個同protop 嗰個最大分別就係 protop 咧，佢係你要搽咗面先至碌嘅，因為其實呢個位佢呢個位咧唔係碌嚟嘅，即係佢唔會係人哋碌面嗰啲會喐嗰啲波波，佢真係一個咁樣嘅形狀咧。咁你要搽咗護膚品你先可以推啊，如果唔係咧，你睇下就會啜啜噶啦。哇！你睇我幾大起身。咁呢個咧反而咧佢就係唔係 for 你推嘅，就咁樣。滴咁樣嘅啫，咁所以呢個咧佢就話，因為其實 plasma 咧都係促進之後皮膚嘅吸護膚品嘅吸收啦。咁呢個咧當日買嗰陣時咧就話，其實你係洗完曬面，個塊面係處於乾嘅時候，咁咧你就滴完咧先至搽你嘅護膚品就會吸收啲。咁呢個就調轉就搽咗你嘅護膚品先至推嘅咁樣啦。咁我哋一陣睇下個分別係點啊？好啦，呢個六大功效膠原增生嗱，使用幾多次幾多 percent 嗰啲我唔講，我上網睇得到，可以去皺減紋、美白亮澤、殺菌舒緩，呢個就係 plasma 兩步都做到噶啦。深層淨化嗱，呢個好神奇嘅，點解一部機係咁樣 suppose 出噶嘛？你又冇嘢擺到，通常我哋導出係有化妝棉啊剩嗰啲嘛，佢就話佢唔需要任何嘅化妝棉剩，佢都可以滴咁疏通毛孔咧，就導致即係啲嘢吸咗出嚟，而我亦都係試過，真係吸到呢個邊邊位咧。是黐咗好多，黐咗啲黃色核突嘢喺度噶。咁梗唔講，我就要用火酒染個化妝棉去沖咗去捽咗佢啦。咁捽咗出嚟都幾核突嘅咁樣啦。係啦，深層淨化咁啦。咁好啦，我啲稿可以擺埋耳邊先。咁除咗咧，琴日如果有睇我個 post 嘅話咧，除咗話有光之外咧，佢個滴滴聲咧。同都係一樣嘅，同埋佢哋係有陣味嘅，嗰陣咩味咧？係好似你聞到鐵鏽咁嘅味。咁 Plabio 呢個有講過嘅，點解會聞到鐵鏽味咧？其實就係嗰啲高速粒子咧喺度撞啊，喺度釋放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會聞到嗰啲噉噉噉噉，即係嗰啲鐵鏽味啦。咁呢部就冇講嘅，咁但係因為我已經有咗呢部，我已經知道啦，所以我知道係正常嘅。咁咧，我講得好索氣啦。咁咧，我想揾支筆啊！哎呀，冇筆添，因為點解我想揾支筆咧？我想揾支筆咧 ，mark 起咧我皮膚嗰、那個有辦法，我皮膚嗰個水分咧係 before and after， 係咪好詭異咧？縮咗個頭 ，before and after 我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揾到啦。咁我兩邊，因為我諗住咧。分兩邊做嗱，其實你唔好期望咧，plasma 咧可以即刻提拉到見到即時效果係冇嘅，呢啲要勤力做嘅。不過我想話俾大家聽，我琴日咧入手啦、叉電啦、清潔啦，買咗呢支 plasma 啦，我個皮膚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嘅。每次我用完啲提拉，譬如 Hive 啊、RF 啊，或者用啲提拉即係好勁嗰啲咧，咩。毛針咩搽上去嗰啲咧，如果咧係拉得好勁嘅話咧，我呢一個位置呢一點，第二招咧係會凹咗落去，好似有個酒粒，但係又唔係酒粒咁，可能啲皮膚紋理或者啲肌肉問題啦。我琴晚用完之後咧，呢度就出現咗嗰一點啊，咁我就暗地裏就知道，係 work 嘅。誒，俾大家睇下個 Plabio 個盒啊，我 keep 得好好嘅仲好。咁啦，咁跟住咧，之後咧，我哋就試，因為嗱，我兩邊睇下邊邊試咩好咧？呢邊試 Protop 啦，呢邊試 Plabio 啦。咁 Protop 咧，佢就係要搽咗嘢先嘅。不過咧，我做呢個部機咧，我哋而家咧就測試下，乜都唔搽嘅時候咧，我嘅水油兩邊面分別係點啦？
48同20呢邊面，即係水分係48%，油分係20%，咁係正常嘅。雖然個小蝦蝦都唔係好開心，唔係最開心嗰只呢邊啦。呢邊係哇，爭咁遠嘅，呢邊係50同17。好啦，咁啊收埋一邊先，咁咧就我哋就開始碌機啦。咁咧因為咧 ProTop 嗰邊咧就要查咗嘢先嘅，咁咧所以咧我就查咗爽膚水先啦。我每次都係咧冒住鴛鴦，雖然我都係鴛鴦啦，再鴛鴦啲面嘅危險咧。而同大家示範呢啲，我打死你！成日叫我機霸 ，OK？ 好啦，哎呀 ，Carrie 好掛住你啊！好啦，咁查咗呢邊係要查護膚品先 lock 機嘅，嗰邊係唔使查嘅。咁咧 ，Plabio 呢唔係。ProTop 呢個咧，佢係有三個模式嘅，唔係即三個強度啦，第一、第二，而家係第三啦。Plabio 呢個冇嘅，就咁開，一用一係唔用咁啦。咁我而家就其實我左右手唔係好協調到咯。咁咧ProTop 呢部機咧，佢就用到五分鐘之後咧，佢就會嘟一聲。十分鐘之後就會熄機嘅啦，咁而 Plabio 呢個咧，佢直接十分鐘佢就會熄你機嘅啦。我而家唯有兩邊都好似差唔多手勢咁，我聞到好大陣呢個鐵鏽味啦。而家你見到咧 ，Plabio 呢部機咧係出藍燈嘅，不過佢個藍燈唔係照住你個皮膚咯。推的手法呢其實呢都是跟一般機一樣，向上不要拉向下，所有東西都是向上的。而Plabio 這部呢它就沒有多碌，變成你其實是用那個陶瓷面呢就盡量接觸個皮膚就可以了。這個呢ProTop 那個我研究過，因為它是好像有兩個波波那樣，其實要來推個輪廓呢都 OK 的。 Hi Rita， Hi Ginger 的媽媽，那你問我現在其實有什麼感覺呢？沒有。有沒有微電流呢？因為這個說有微電流的嘛，沒有。有冇震動嘅感覺咩？冇，淨係咧就聞到味同埋聽到滋滋聲。咁你哋會問啦，譬如琴日我放條片咧，係聽到啪啪聲、啪啪聲、啪啪聲、啪啪聲咁樣啦，會唔會係 feel 到電啊？有嘢彈咧？係冇噶，就係聽到好少咯。呢、這個有時揩落去你就會 feel 到好少好少嘅吉吉地，但係唔會多嘅。我而家咧就等緊咧ProTop 嗰部機咧，一提我就五分鐘啦，咁我就可以熄啦。因為而家一面面啫嘛，一面面咪五分鐘咯。咁因為咧 ，plasma 係比較安全嘅，佢唔似啲能量嗰啲 HiFu 啊、RF 啊嗰啲比較入侵性咧，同埋會加熱你個皮膚得勁啲咧。咁嗰啲咧就唔可以日日用。咁咧，但係呢兩個咧，我都睇個說明書係冇講到係咪可以日日用嘅。咁咧提一提啊，呢兩部機咧，我其實以為 ProTop 嗰啲產品，因為佢嗰啲精華成啊嗰啲咧，都係美國嘅，美國做噶嘛。咁但係呢部機咧，竟然咧就係韓國做喎。咁咧，佢哋就話呢啲咧特別有紋嘅位置咧，你就可以停留一下。嗱，其實咧，佢一個波波接觸都得嘅，
唔使一定要兩個，大家聽唔聽到滴滴聲啊？好似有蟬叫咁啊！大家耐唔耐咧？我睇住錄。咁其實咧，個個都問咧，你有部 Plabio 4000多蚊，點解你仲要買部 Pro Top 咧 ？Plabio 都一段日子啦。我成日咧暗暗裏就係相信咧，新機咧一定嗰個科技先進啊嘛，因為日新月異啊嘛。嗰、那個我極期待嗰個效果咧係好過舊機嘅。咁所以咧。唉，近排又係咁出機，係咁出機。我已經冇買到 Juju 嗰部面機噶啦，真係好好叻叻豬噶啦。嗰部因為真係完美地同我其他啲重複啊，一即係咁，所以就係我費事買啦。如果唔係你哋又話我噶啦，我喺度亂咁噏咗咁耐都未夠五分鐘嘅，點解？其實我這邊呢邊咧，嗰啲護膚品都開始碌得乾啦。嘟啦，即係過咗五分鐘啦，咁好，我哋熄機啦。嘟嘟嘟嘟。咁我哋就睇下皮膚嘅表面，就咁睇啊，肉眼測啊，有冇咩唔同啊？冇咯，差唔多，個光澤感都係差唔多。嗱，咁頭先呢邊咧係有篤自己塊面，呢邊咧係有搽咗嘢先篤嘅，呢邊係冇嘅。咁我哋又測，又喺呢個時候再測試一下呢個水油平衡嘅度數啦。喂，快啲啊！65和19。這個呢剛才呢這邊面呢在錄機之前是不是其實很難的了，這個呢剛才呢在錄機之前呢未查護膚品之前是吧，那是48和20的，那現在呢那你查了東西其實一定都會提升了的，就是65和19，那很明顯個皮膚的水油平衡咧係好咗嘅，咁好啊！呢邊咧就齋碌機未搽嘢嘅，啱啱碌乾面碌完嘢，好緊張。這個、呢個咧就54和17，呢個咧頭先咧未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啊？咁樣反而好睇啲喎，54和17，咁咧。它在未碌之前就是50和17，咁證明咗咧，碌完呢部機之後咧，嗰、那個水潤度係提升咗4% 嘅，咁啦，咁好啦，咁因為呢邊已經搽咗嘢，碌咗嘢啦嘛，呢邊又冇搽嘢喎，淨係碌咗喎，咁我哋就公平啲搽埋嘢，理論上咧，佢話咧碌完乾面碌完之後咧，那個 Plabio 嘅乾面碌完之後咧，你搽嘢咧係吸收啲嘅。咁我哋搽完之後再 check 一 check 啦。我今朝咧琴晚用完嗰個 Pro Top 嗰個咧，咁我今朝真係咧起身照鏡咧，我係發現唔知係咪一夜間肥咗定係咩啦，塊面係卜卜咗噶。同埋最重要係呢度都話凹咗個位咯，咁我就覺得，因為好多人都同我講話其實Pro Top 呢部 Plasma 機咧係主要消炎，啲人就讚得好緊要。咁你話提升咧，佢哋就話冇人讚過嘅。咁但係我親身試過之後咧，又覺得係有提升過嘅喎。我哋。揭一揭佢，因為如果咧而家咁樣咧，搽咗咧即刻度咧，咁又有啲唔公平啦。我哋等佢乾咗先，差唔多啦。咁我哋再度啦，完成曬啦已經。好，
六十一同十九。點解我爭一個數？嗱，咁即係查完嘢之後咧，嗰、那個水分咧又再多咗7%。咁咧 ，Protop 嗰個咧 ，Protop 嗰個我爭咗查完面之後度嗰個數啊。咁所以咧就睇唔到嗰個咩啊。不過咧，如果睇個大數總數啦，查即係啱啱洗完面，同埋做完曬啦，而家所有嘢度出嚟嗰個數字咧 ，Protop 咧嗰個水分咧就由48%變咗最後嘅65%，咁啊油分係減咗1% 嘅，其實冇咁多油。咁咧而 Plabio 呢個咧由咩都啱啱洗完面嘅50%，同埋17%咧。就去到最後的61和19咁啦。咁咧，其實咧，如果你咧就齋講嗰個水分提升咧，就48去到65同50去到61咧，就差唔多啫。實質先去到11，錯啦，我錯咗啦。呢個係提升咗7，係咪啊？48去65，唔係啊，係17啊，係嘛？係嘛？係咪17啊？65減48係咪17啊？係啊，17啊，呢個咧就提升得11嘅啫。咁所以咧，你話如果咧要試即時嘅保濕效果，我睇唔到提拉啦，我唔知你哋睇唔睇到，我永遠都睇唔到咧嗰啲神器喺我面上面提拉嘅效果嘅。咁咧，Protop 呢個嘅保濕功效咧就真係好過呢個 Plabio 啦。咁咧，但我睇下 Plabio 係咪真係吸咗我啲污糟嘢出嚟咧？唔係好覺，可能我塊面唔係好污糟咁樣啦。咁我哋頭先試咧就純粹試咗個水油嘅啫，基本上美白啊、膠原自生啊、去皺啊嗰啲咧，其實咧都要係試多一排先至可以試到兩個效果嘅。不過咧，如果咧你而家問我咧4800和2000多咧，咁其實我諗大家咧心裡面咧都已經有個答案㗎啦。咁一樣係韓國生產嘅，咁係啦。咁我就唔想講啦，大家 都知道，就喺心裏面自己想揀啦。你話咧，我用咗呢個咁耐咧，覺唔覺得真係有美白？去紋嗰啲好難講嘅，因為我一直有查嘢啊，做其他嘢啊，去紋啊嗰啲，咁所以你就好難話，因為我都有用其他機啊嘛，好難話係因為邊部機而有作用去紋啊成。咁你有冇白度咧？我就唔覺得有白度嘅，咁咧。可能每一個人皮膚對不同東西吸收也都不一樣啦，所以呢我就試不到這部機有美白的效果啦。這兩隻今天就介紹了，是 Protop 的 Plasma X 和 Plabio S1 的那個離子機。如果大家呢心裡面呢相信呢想選哪部呢，大家都會兩部其實市面上都有售嘅，係啦。咁我諗大家都會心裏面有識揀啦，冇逼我講啦。如果唔係咧，我都唔知邊日就會唔喺度噶啦，或者喺街俾人鬧就唔好啦。係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咁如果其實大家有咩問題咧，就可以留言啦，或者 inbox 我啦。咁不過但係咧，我近排唔知點解咧，係個 FB 問題定我嘅問題咧，有時好多朋友就係 inbox 咗我，我係收唔到 notification， 我係專登無聊嘅時候要撳入去個 inbox 度咧，我先至會睇得到佢哋嗰個message。咁所以咧，有時咧就要比較耐先至見到，要比較耐先覆到，就唔好介意，我唔會專登唔覆你哋嘅咁啦。係啦，咁同埋留言嗰度咧，我都發現好多咧，嗰啲留言係
冇 notification 咧，就食咗，變咗好似咧，琴日嗰兩個 post 咧，如果突然間好多留言嘅話咧，咁我係有時會 miss 咗嘅。咁如果你見我哋唔睬你咧，其實我唔係專登嘅。嚴格嚟講，我點都會俾翻個 like 或者整個 emoji 俾你嘅。咁我係唔係專登唔睬，可能啱見唔到嘅啫咁啊。好啦，今日就分享咗，睇唔到啊。今日就分享咗後啲。分享咗呢兩部《等離子機》啦，咁咧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啦，今日都算多人收睇啊。咁下次咧就會分享其他嘢噶啦，因為琴日都應承咗有個小朋友去同佢分享另外一樣我新買嘅嘢嘅。咁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女人係唔可以懶㗎。